各位大家好，今天到货的是 Shetty 5000 XG 跟6000 HG 到货了，暗泡神器。夏天啊，如果我不想要找那么比较高单价的选，可以考虑这个 Shetty， 便宜又好用。然后啊，我们特别挑这两个系列啊，因为啊，在暗泡界啊，因为有时候拿到8000有时候太重，那我们暗泡需要比较轻巧小颗的。然后你像啊，它这一颗5000的差距啊，自重只有430克，6000的只有440克。然后啊 ，HG 系列啊，6000的 HG 系列收线一圈是103公分，5000差距的是105公分。让我们的收线的时候啊，让我们的铁板啊抽的更快速、更活跃，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敲底需要马上抽上来的速度啊，比较快一点，就要用的是差距跟 HG。啊，这两颗啊，刹车力都有12公斤，都有供完，正杯也都可以共用。反正如果我买了一颗之后想要换前杯一点，那就叫5000了嘛，买6000那就叫5000嘛，然后换深一点那就买5000叫6000的朋友。好，这些价钱啊，一律都来电咨询报价，03746058，你们喜欢可以找我。